钟声，你推开了抱枕，旅行在无尽的疲倦的人生，一瞬没有出现，奇迹没有发生，你只有苦涩的几种咖啡粉。你才刚出了门，你就开始在等，你等着快回家为你的围城。命运如果有门，名字叫查心门，并不是能不能，而是肯不肯。生命不是过程，而是美丽旅程。风景有了河岸，也有爱和恨。第一站叫天真，第二站叫青春，下一站的名字等你去确认。期待一个旅程，精彩万分，你却还在等，等到荒废青春，用尽体温才开始悔恨。期待一种永恒，即使伤痕也奋不顾身，也许会有一个人陪着你相信。旅行的路上，有些事我们慢慢讲。